我是謝志永，叫我 Just。 我之前就讀2014-2015年的 Fast Track Vocational Course， 就是讀 Props 和讀 Scenic 的。我之前是在理工大學那裡讀時裝設計的 degree， 那時候就讀到 Year 2啦，覺得有些東西好像不是太適合自己，就想看有沒有其他方面的東西啦。因為那時的堂都會有些做廚窗啊，或者一些整啲小道具嘅嘢，咁我都幾中意上嗰啲堂，咁啊發現原來 APA 有後台一樣嘢讀，咁啊想過嚟試下。其實 Fast Track 係好 fruitful 嘅一年嚟嘅，呢個一年嘅 course 佢係基本上全部都係一啲好實際、啲好 practical 嘅 technique 啦，即係做 props 你會有整木工啦、燒焊啦、又倒模啦、雕塑啦。或者一啲整公仔頭啊、黐布，甚至車嘢，所有嘢都會有嘅。咁畫畫就更加唔使講啦。我原本係唔識畫畫嘅，咁我嚟到有好好嘅老師，佢哋都好有心機去教，咁我都覺得好 thank you。讀 fast track 可以喺 APA 做好多 show， 無論整道具嘅，又或者有時有啲木工啦、搭景啊，又或者有啲要背景一啲好大塊嘅 backdrop， 都係之前從來未試過做嘅。有一些學校的地方讓你可以做木工啊，甚至燒焊，我都覺得這些都很新鮮、很新奇。讀完這個 Fast Track 之後，就覺得所有東西都是開始，那就想繼續讀 Degree， 就給多些時間自己去做不同的事情。喜歡後台、喜歡舞台和喜歡看戲的人是非常適合讀這個 course 的。更加重要的是你很喜歡整東西，那你喜歡整東西就不可以怕污糟，如果你不怕污糟就非常好了。讀這個 course 喜歡跟不同人做事的人呢，即是每一次工作都有新嘗試的人，都會很適合做這個 course 的。